年春节训练，会上指挥官陆军宪兵上尉钟成波，受三四兵合计60元，完毕。钟总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除了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快乐，也感谢大家在岗位上的辛劳。宪兵部队是军中纪律的标杆，我们两三九营更是我们宪兵唯一的装甲部队，肩负着卫戍中枢的重责大任。无论是每年的汉光演习，或者是台北市的灾防抢救，还有维安特种勤务，都有我们两三九营我们的官兵的身影。虽然两三九营的任务很繁杂辛苦，但我们的弟兄姐妹总是兢兢业业，以迅速的应处能力完成各项的任务，更在去年获选为我们国军模范团体，非常的不简单。我要期许各位未来继续坚持精实勤训，展现两三九营的坚韧战力。最后，我要再一次感谢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坚守岗位，守护首都的安全。过年这几天受到冷气团的影响，气温较低，请记得多保暖。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。